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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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在过去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了有多少海洋生物肚子塞满了塑胶袋，这是看得到的。但是在解剖显微镜底下，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微细的塑胶粒子进到了生物体内，它们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，我们在毒害整个海洋。人类现在有78亿人，我们用掉了地球太多的资源。地球要能永续的话，人必须把半个地球还给其他的生命。